gotta get one. There are moments so many long yet, but we keep pretending to be just one. 每个人笑得一分又坚定，但没压力猫也搬在几分。我们故事现在开始，每个人介绍自己的身份，记录在面前的这张白纸。一位玩家身份有些神秘，像是某国的公主。第二位玩家是大大侍卫，他的职责是拥护。第三位玩家扮演的王子，他和公主最后所有人疯狂一向我问我扮演的角色是什么，我开开身份说我是阳光开朗大男孩，阳光开朗大男孩。我的唱只有微笑和我扬起的嘴角，阳光开朗大男孩，阳光开朗大男孩。我只是路过碰巧，没卷入这场纷扰，阳光开朗大男孩，阳光开朗大男孩。我没有任何秘密，为啥我坐在这里，气氛变得逐渐焦灼，每个人都在争辩，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开脱，在一条条线索公开之后讨论越发激烈。你按照轮流发言，解释自己所做的一切。公主身上的毒药，她说是为了暗杀王子，带到身份身上的佩刀，刚才也没有清晰的样子。王子准备的绳索与暗器，但他没开始动手。我开开心心说我是阳光开朗大男孩。